看得住吗？48个，47个，加油加油，你们可以的。飞掉。但有人足够把你的第三座城堡毁了。就这么一拖是39个，这让我有点讶异。哦，深一滴，差一点，差一点，要去海边了。我就不信在这边还会被打，发挥你们自己的创意吧。这30多个应该足够了。барилах чин бидэн байна. Амар мэндүү. Шитоо. 我决定我要建造一座码头。барилах чин.等一下，干嘛过来啊？哇哦，真的60个就直接把对方的一个国家。天未必得，地不好。冰块目前8000多，应该还够。除了红色还跟我抢冰块。等一下，我要拿这里。тийм ээ барилгач юм ао и шанг 火战船现在发现说我的船好差哦，等一下升级到战船，火盟船跟自爆法更加强悍，原来是三合一喽。Бэлэн байна. Барилах чин. Хм.
不要一直追了，你们能不能做点有意义的事情？这可不是我。一波是好，主题是好，主题。我确定我要在敌人阵地这边建城堡。主题。看来不用。Bar zeh chun. Amr Mindu. 剩六个人。村民剩六个，为了建个城堡剩六个。举铁。Bar zeh chun.可以再过来啊，可以再过来啊，你可以试试看啊。哦，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，我马上离开。兄打拉安骑兵虽然强归强，毁掉国家也很在行，但是就对海战非常在行。难怪只能打到欧洲不能打到美洲，因为他们不会海战啊。得了得了得了，不要再打了，不要再打了。你看就知道我真的会打死。你们还活着、哦？我原本以为，我原本以为你们都趴掉了。兵败马斩。木桶，买点钱。等等，富贵险中求。感谢，一次给都直接给一千。他们真大方。轰啊！阿姆的维诺，波多伊，这样子的。哎，我的女儿在这里。拜托你们了。如果打了修道院，喷出遗迹好不好？请给我黄金。一模一样的，我还求。快喷，快喷，喷遗迹，喷遗迹！啊，有了，有了，有了。拿回去再说，大家要守住好遗迹，
我来看一下，我有还有没有那个灯？阿姆的民族。看起来是没有了。等等等等等等，你们去打打，加油！不要一直追着他们跑，好好干你们的活。再开了。守住遗迹，别抢遗迹，我就砍下去。等一下，你们已经打到紫色橘色那边，我还没看让你们开工啊！既然打了，你就给我好好打，不要一直追了。请给我黄金。噔噔噔！我家在，不知道为什么他们的城堡都没有修，就最近距离。啊，红色正在被紫色攻击。我现在突然了解到啊，他们都一直把资源给我出事，根本就是推资源，然后叫我去救他们。好好好，救一下救一下。可是我觉得他自己的军队也够啊，至少二级的。到底是贸易这贸易车队到底是哪里好追？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一二三四五，阿姆米鲁巴呀。我要在这边建城堡。等等等等等等等打打打，叫你打码头了。哦，火炮战船。看能不能进去，能顺利进去就好。
死了。我的美女没有错。森女大大。先在这里。提姆。好，你们在这边打，我就到这边打。你想干什么？你想干什么？啊！不要！你夺取所有圣物。原来我已经夺取所有圣物了，六个。所以黑色主题。我 HD 版我记得是四个。噔噔噔，全部给我进去啊！在外面你是想要被打就对了。哎呦，上面还有那个，上面有告诉你说现在有多少村民在做这件事情，86个村民，4个在彩虹地。Zu te, Mordchum. Zecher, Zu te. 富贵险中求，橘色这边没有黄金了。不过我看，好像每个领地都没有黄金了。Ti me. Hola, 等等等等，都好哩，等等就好啊。哎，卖出木头。Zecher, Mordchung. 那女大大，不能研究建筑物。那你到底是？这地方交给城堡就好，上去毁掉橘色。这游戏真的是被这贸易车队害死，甚至要一直操控，一直操控，他们才不会被贸易车队一直追追追追来追去。这时候我只要放个几个贸易车队过去，然后在我城堡旁边晃啊晃啊，我看我都可以直接把对方直接军队全部消磨掉了。只要海战也可以，我就用海战。现在木头这么多，请给我黄金。打到上面，请给我黄金。好，
再追加你一百。之前你给我一千，我现在还你一千。这玛雅嘛，哎，阿兹提克，你两个长得很像。突然想到一个方法，我直接把他们的四级毁掉，一劳永逸。喂，快点过来！这个有学最小距最小射程距离。决定我破坏他们的士气，这样最好。图片 bug， 另外两个人不见了，人能不能就是我想到了。死掉了，
我想试试看一件事。体没？这边应该都伐木工吧？巴拉群。谢谢。再来，再来，再来，再一次，再一次。用个20台的那个巨型投石器，我就不信打不下来，资源都没了，被他耗掉。感谢他们各贡献了我好多黄金。等一下我们就有的看了，打不下来，士兵不够，我却用投石器。这边没有被攻击，哇哇哇哇哇！哦，看你怎么打！哦，不会吧，不会吧！不要不要！我这都是气啊！快点过来！浪费我的钱。快去帮忙！10多台，剩下8台。真棒，剩15台。刚刚那个过来轰一炮之后，就直接给我跑掉。决定我要把它用在这边。鱼色竟然都过来了，还有余力。哦，这样不行。Amr Mendo， 巴里勒克城。拜托拜托拜托，不要过来，不要过来，不要过来。慢慢打，慢慢打，反正我只要建造起来就好了。喂喂喂，你们打你们的！你们我打。突然发现到巨型投石器需要人家来保护，
哈？怎么？什么时候被打爆？我都没注意。反正我也是他17年，难怪敌人会一直猛攻。他不猛攻也没办法。来喽！他在做一次，竟然给我把城堡打坏，可恶啊！啊，赢了，没关系，反正赢了。不过如果真的要直接这样打的话，还真不知道要怎么办。花了这么多资源打下灰色，紫色也差不多，持续下去它就爆炸了。倒是这个橘色，它继续衍生到右边来了，这样不够。黄色跟紫色、淡蓝色啊，原来紫色都移到这边哦。那这边一定是硬战。记资料。哦，灰色被我毁到最后了。军事我最高，社会法没有多，科技经济军事以下单位数几乎都我在杀。绿色最爽，直接毁了一个单位招鸟，最大军队数，经济植物木材都你在踩，难怪你一直给我。不过很不错哎，跟 HD 版还有以前版本比起来，同伴很容易会给你食物，或者给你爱黄金，当你不够的时候，因为他们需要你来挡住他的敌人。城堡，我是最晚生的。共八个，两个绿色拿出。好，那下次再来玩吧。那今天晚上实况就到这边先告一段落，我谢谢大家观看我黄金城的实况。那大家对这个《世纪帝国二》决定版有兴趣的话，欢迎之后来继续收看。我玩的也不是很厉害，只是单纯那个慢慢。享受一下这世纪帝国的魅力而已。好，就先这样，那我顺便用个广告，好，赚个1块2块也不错。就到这边咯，大家晚安，拜拜。
礼拜二再见。